大家好，欢迎收看 CC 姐妹。我们现在可是一团乱。对，因为我们等下去卖东西。去小树市集，今年第二场哈、哦，抽到。不过上次有遮蔽，这次是草地，但是我们有带个客厅帐，希望不会淋湿。好，我们准备好，外公要来接我们了。开始摆摊了，我们先去抽签。我们等一下是在这草地区，不知道会抽到什么位置。好，我要在这里，我将会买到书给我们。好，谢谢。来，我们来抽。我好像是露天吧？对对对，哇，好可爱。这个可以抽一张。嗯，好，4号是比较前面哦。好，对，可能地板再看一看那个。哦，好，他会写。好，最前面吗？对。哦，好。好，谢谢。哇，在最前面。好。哦，来找四号咯。这样应该不知道是好还是不好，有可能是人家来然后一开始然后都会看到，但是有可能是从那里来然后就不会过去。好，我们找找看。好，我们到头了，我们找找看四号的位置。哦，这边好多草地，我们找找看四号下面都会写37这边，所以我们可能真的在最前面。啊，真的是最前面之一耶。Let's look。真的是最头耶。8号，这是路边呢，这里，这位置也好像不是很好哎。哦哦，好，哦还好，他们12点让我们换，再抽候补，然后我们抽到59，这个位置好多了。啊耶，好。感谢主办单位。好，我们回去拿东西过来。好，到我们的位置了，开始 unload。今天天气还不错吧，只是有点热。啊，我去看看哈。妹妹，爸爸给你这个比较凉快，你们就在这边玩也可以。每一年都有的泡泡。好，我们看这次有的吃的，馒头、饮料、鸡蛋糕。这边比较凉快。人家的摆法，这样摆好像很不错哦。目前买到这一间，再看一下，我们的摊位在那儿，好热闹哦，只是外面超热的。啊，
还有一部分没逛，逛了20分钟了。姐姐帮忙固定，真好。陪妹妹来逛，她有200块可以花，看她可以买到她要的。我刚刚又买到一件给姐姐 ，Zara 的连身衣，80块，希望姐姐会穿。但是感觉有点开始下毛毛雨。看到什么吗，妹妹？快点哦！妹妹，我肯定要过去姐姐那边收拾了。出来找东西吃，找到这家永和豆浆不错，有吐司，跟很多早餐。今天只有偶尔会下一点小雨，大部分是阴天，有点热，但是不知道姐姐现在生意如何。刚刚卖了所有的一星二星卡，还有一些书，算 OK。 快到我们的位置了，对呀、啊。姐姐，你有卖掉什么吗？我帮你卖那个迪士尼的那个雨衣大人的。哦，多少？300。哦，好。那个书一个本10块，还有吗？卖了 candy 的呀。哦，你买。哦，好。我们今天卖了我们的一星、二星卡，全部卖掉，卖了一双鞋，卖了一些 costume， 然后一些桌游，不错哦。Thank you. 我抽100。好。老板，你很怪哦。啊，你来介绍一下。哦，我告诉你买了什么，什么样的电视，大概全都买了。然后还有衣服啊。你的这个人嘛。一件三十。好，大家开始收摊，开始下雨。我们刚刚就快快的又收，好像每一次我们来都要下雨。今天最棒收获，3张5星，1张20。我们赶快最后冲刺，外公要来接我们了。大家都开始收了。姐姐今天好玩吗？还在继续看。这都太小了吧，小 baby 的。哇，流行音乐中心到晚上好像很热闹哈。对啊 ，Let's go。抓住尾巴。姐姐今天好玩吗？超赚的，买到3张5星卡，1次才20。对啊。感谢那店的老板。对啊，很好玩哈、哦，大家都开始收摊了。可惜我们今天是户外，就要早一点。其实好像现在又没雨了。好吧，那姐姐你慢慢逛，我们先跟大家说拜拜。对，如果喜欢这个，按下顺便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随时最新的新闻。拜拜。